军人节参选国民党主席选举的现任主席江启臣特别在脸书上就贴出1996年爆发台海危机时他在金门前线服役的照片。江启臣表示，国军总是站在第一线保护我们的家园，是值得敬重的职业，因此特别向各位的国军弟兄、各位将士们敬上最高的敬意。此外，桃园市长郑文灿他也在脸书上PO出了照片，他说这张照片呢是他当年入伍的青涩照，甚至在这个文章最下方还写下了当年的入伍的模样，都快认不出来是自己了，但是这张照片里头的人真的是他。好，这张照片呢也被大批的网友转发跟引起回响，就连名嘴黄伟汉都在下方留言。